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2018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是在浙江的江山体育馆为您带来本次赛事的转播。今天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庞高兴指导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庞指导，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这个58公斤级 A 组的比赛啊，原定是应该有16位选手参赛，但是这个湖南中联重科的欧阳丽萍应该是这个称重没过，很有可能。哎，这样的话失去比赛资格了。因为我现在看他，一个是没有过，也许可能是也有可能有伤。对，因为没有体重这个对，没有体重这个标志。体重上显示的是零，一般这种情况来讲是体重可能称重没过。对。好，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吉林的选手梁春凤，抓举的开把重量85公斤。这个抓举从85开到100啊，中间跨度15公斤。对，有3位选手都是100公斤开把。好的，虽然梁春凤啊，这个开把重量并不高，但是呢，这是一位年轻选手，是99年出生的。这个选手呢，在2016年参加全国青年锦标赛上，当时的成绩是90公斤。现场的观众请注意，在我们的运动，这应该是他第一次参加这个成年组的这个比赛啊。对，以前都是在青少年组。今天有2位选手的出生年龄啊，3位选手都是99年的，都是应该说是年轻队员。本场比赛是女子的58公斤级，应该说我们主要应该关注的有来自陕西的陈桂明，福建的柴丽娜，江西的张雨娟。对，我看这次看报名成绩，广东这个赵秀云报的也挺高啊，也是抓100挺130开吧。对，赵秀云呢是2017年全运会的第7名获得者。这是吉林的邱秋平，还是很轻松的。对，87公斤。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是第二个比赛日，昨天在进行的女子48公斤级比赛当中，我们感觉成功率会偏低一些。对。这也许跟这个赛事啊，第一场第一个级别的比赛，往往可能对这个环境啊、场地的适应啊，可能需要点时间。另外呢，可能跟这个气候条件也有点关系。因为昨天下午啊比赛，是在虽然我们在室内进行，但是外面下雨啊，这个空气啊比较湿润呢，或者是气压比较低啊，对，可能也许会有对于运动员的兴奋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好，梁春凤的第二把要到了90公斤。这名选手是99年的9月21号出生的。对，说实话，这个级别啊，过去像04、08的时候，我们是陈艳青夺冠；12年的时候呢，是李雪英夺冠。但是在李雪英退役之后，实际上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这个级别当中啊，没有涌现出特别优秀的人才。是这样的，这个水平始终就是到不了世界最顶级。你像这几年我们的队员这个成绩上240的时候都不多。现在应该讲陈桂明是只有在2015年的冠军赛上才创造出240公斤。对，那么之后呢，16年、17年我们的最好成绩都是在237、238，就是上不了240。对，但是呢，这个级别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是泰国选手获得这个级别的冠军，总成绩是240公斤。是。那么在2017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中国台北队的郭新纯获得这个级别的冠军，总成绩是240公斤，并且呢，他是以142公斤打破了平举的世界纪录。所以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级别与世界最高水平的选手的成绩还是有一点差距的。对，但实际上郭庆纯的成绩到了16年的时候下降的也很厉害啊。是，他就是2014、2015年，包括2014年的亚运会，对，也算一个高点。对，然后2015年的世锦赛算是一个高点，进入2015年下半年之后，迅速的就成绩就掉下去了。
里奥会是还都没有看到他名字，名对没有没参赛，没有参赛。嗯，但是呢，他现在2017年这个成绩又冒出来，我们又不可轻敌，又不可能轻视他。而且我个人一直认为，郭幸存的话，他这个成绩也就是昙花一现。他这个应该是在天津的一次国际比赛当中创造出一个很高水平的成绩。哦，很可惜啊，连续两把90公斤都没有成。嗯，这样的话只起了一个开把重量，85公斤。这梁春凤啊，应该讲这次这个成绩是不太理想。不太理想，没有去年的青少年锦标赛那个成绩高。对，现在是90。90。那么对年轻选手应该讲是一个提高成绩的一个过程，还是动作的问题是？当然他这次也是第一次参加成人组的比赛，对他来讲呢，可能心理上还会有一定的紧张。哎，这是广西的韦成瑜，91公斤开把，97年出生的选手。今天场上这15位选手啊，年龄最大的是94年的，像陈桂明94，最小的是99年的。随着选手体重级别的增大，这个运动员出好成绩啊，一般年龄也会相对推迟一些。对，但是呢，他的运动寿命，如果说防伤防病做得好的话，他的运动寿命会保持很长时间。对，比小级别选手维持的时间长。高龄重量91公斤，9号吉林修竹。高龄重量91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刚才您讲到的这个特别举重运动员还是很有个特点的，尤其是大级别、中大级别的选手，如果在这个级别当中呢获得优异成绩，能保持10年左右这样一个顶峰状态。对，你像我们国家优秀选手崔文华，105公斤级的4届全运会冠军，对，就是16年。12年，对啊，他至少四届，但是你加上训练期限，可至少就16年了，对，更长了。嗯，这个连拿4届全运会冠军，在国内，在其他项目上是不是也再找不出这么第二人了？是这样。我记得最后一次是05年南京全运会，崔文华夺冠之后跪在这个举重台上，失声痛哭的那一幕，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啊！因为他要告别了举重。哎呦，这个我们看他，等一会儿放慢动作看，他这个动作不是一次到位，是慢往下下，这个腰也没有完全收紧。第二次试举，6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林丽准备。那么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是最近的一次比赛是2017年的天津的全运会上，柴琳娜获得这个级别的冠军。对，当时的总成绩呢是238公斤。当然，我们看今天的柴琳娜的预报的开把重量，抓举是98，挺举是128，236。对，如果是成功起来的话，是236。我们看看今天是否有新的突破。好，来看一下邱秀平的第二把，稳住，好的。成功！高龄重量91公斤，6号湖南中联重科欧林丽第二次试举，7号重庆苏婷婷准备。波兰的欧林丽也是第二次试举这个重量。欧林丽这位选手呢，是在2017年全运会的决赛当中，在抓举95公斤这个重量上3次试举没有成功。全运会普遍都是开得太高了。对。那么欧林丽在全运会的预赛上，当时的抓举成绩是93公斤。成功！
六号湖南中联综合欧林碧准备。那么各位观众呢，可能会这一次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观摩这个级别，就是现在这个级别的全国举重锦标赛了。因为根据国际举联目前我们得到的信息呢，今年的七月份要公布更改新的级别。那么这样呢，女子有现在的八个级别增加到十个级别，男子是有现在的八个级别也是增加到十个级别。那么这样的级别可能就会有所调整。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女子58公斤级，那么明年可能这个级别也许存在，也许对就会有变化了，一切还都是未知数。对，也许可能还有这个级别，但也许没准就变了，可能变成56、60都不好说了。对，失败。现在的这个级别啊，应该说也是稳定了很多年了。是，这是个是1997年，97年之后，对，就是重新实施的是从1998年。就是1997年的在泰国清迈举行的世界锦标赛是最后一次，就是前面的老的级别，也叫108公斤级，有的男子呢这些改成105。对。那么这次呢，从明年的1月1号就要实施新的级别了。另外呢，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上，要从这男女各10个级别当中，都是选择7个级别作为奥运项目。另外呢，这次比赛我们也是增加了，首次增加了女子90公斤级。就是这个大级别的90公斤级这个设置，实际上是去年就已经有了，但是我们没有实施，我们国内没有实施。对，只是去年我们参加的这个亚锦赛啊，这几个国际性赛事已经按照这个90公斤级去派出了。对，嗯。这洪梦瑶，我看呢，这个成绩啊，一直是排在第16、17名这样一个成绩。他在16年的锦标赛上，当时的抓举成绩是95公斤。当然，为什么我们国家没有根据国际举联这个更改级别呢？因为我们去年没有参加世锦赛。对。另外呢，我们去年的17年是全运会年，所以结合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是更改了，会打乱这个各省市的备战情况。云南的邹涵93公斤开拔，这是96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邹涵是在17年的锦标全运会上抓举是99公斤，他获得了这个级别总成绩的第8名。本场比赛呢，有3位选手的抓举开拔重量都是100公斤，他们分别是来自重庆的罗小敏、广东的赵秀云和吉林的邱秋平。那么今天参加这次比赛呢，有3位国家队的选手，他们分别是罗小敏、陈桂明和张玉娟。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广东的陈淑颖，93公斤开拔。陈淑颖是2017年全运会的第5名获得者，当时她的抓举成绩是100公斤，她的第一次开拔是97公斤，还是比较干净利索这个动作。成功。杠铃重量93公斤，15号广州梁金群第一次试举，7号重庆苏婷婷准备。在前面的转播当中也多次给大家介绍，这个广东的这个抓举啊，应该是技术也是非常不错的。对。那现在出场的这是梁金群，广州选手，也是93公斤的开拔。梁金群这位选手，我们从他以往的比赛来看，
只查到他2015年参加这个级别的赛事。2015年也是在这儿，也是这个馆。对，您提到这儿，我们现在看到的女子58公斤的比赛呢，就是在中国的江山，浙江的江山举行的。那么江山市也连续4年承办全国的男女的举重锦标赛或冠军赛，也曾经承办过中日韩三国的友好赛。这是重庆的苏婷婷，第二把要到了93，刚才她是92没起来，没起来加了一公斤。苏婷婷呢，也是本场15位选手当中年龄最小之一了，她是也是99年出生的。99年的10月26号，对，他应该说也是第一次参加这成人组的赛事。哎呀，这两次试举没有成功了。拉力重量93公斤，1号江西洪凤瑶，第2次试举15号周良金群准备。都还好，他不用连续试举，因为洪凤瑶也是93没起来，现在要第二次试举。感觉带铃就带得特别费劲啊。洪梦瑶在2016年的冠军赛上，当时的成绩是抓举95公斤。看来今天很难在比赛当中提高自己的成绩。这个名次呢，我看这多次参加比赛，洪梦瑶呢也都是在15到17名之间。这个成功率就是问题啊。对。带的还是高度不够。现在是梁金群，梁金群的第二次试举，三个人境况一样，梁金群、洪梦瑶和苏婷婷。梁金群呢是在2015年的青年运动会的选拔赛上，当时的抓举成绩是，94公斤，这个发力节奏都乱了。1号江西洪梦瑶第三次试举，15号广州梁金群。现在出场的是洪梦瑶的第三次试举。洪梦瑶，我们看她以往的比赛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15年的青运会上，当时的抓举成绩是98公斤，总成绩219，获得了第5名。腰背顶进去，关键的一把了。哎呀，砸锅了，砸锅了。这个昨天女子48公斤级的比赛是砸了3个。一般来讲，我们这个全国锦标赛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对，像昨天那么砸3个的就已经比较少见了。感觉整个人那个兴奋度就不在那儿，不是那个比赛的应有的一种状态。应该说关注中国举重比赛的观众呢，可能经常能听到我们这个讲到这个举重比赛啊。成功率是最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了。对，因为每个选手呢只有3次的试举机会，就是抓举3把，挺举3把。梁金群也同样的情况，第3把了。对，如何的把自己的训练水平能够展现出来，只有靠成功率。对，显得有点不是很自信的。稳住，稳住，腰松了，哎呀。砸2个了，失败。杠铃重量，他这把带铃带得很高，所以可能自己感觉就比较轻松。杠铃到顶的时候腰没收紧。
啊、哦，我们看苏婷婷连着92没起来，93也没起来，现在第三把加到95了。你看这队员整个这个人这个兴奋度感觉就不够，对，打蔫儿的。所以这后场的准备活动啊，教练员如何结合运动员的特点，把他们的整个的这个体能状况、精神状态，对，都能够把它调教出来。广西的韦成瑜第二把94公斤。这队员也是习惯啊，去拿手量一下距离，这就是习惯。对，其实练了这么多年啊，一伸手就是那个位置。对。好的。目前呢，女子58公斤级的抓举的全国纪录是115公斤。对，宋志娟的。在女子的目前，如果要算的话，是21个纪录当中，保持时间最长的就是这个级别的抓举，这是在2001年的时候，由宋慧娟当时创造的，也是在全运会115。2001年是广州全运会。对，在广州全运会上，当时是来自解放军队的宋慧娟创造的，就说在女子21个级别当中保持时间是最长的存在。目前的115现在看来啊也很难破，很难破了。我2-3年我们是看不到，只有这个能力。应该说这个记录可能就要保持到新的级别产生之后，这个记录就真的永远就是记录了。对了，7号请苏婷婷准备。各位观众，当我们的运动员走上举重台的时候，请保持场内安静，以免影响运动员。当然这个记录啊放在那儿就是被用来打破的。对，这当然这个一旦要是改成10个级别，这个级别不存在了，那这个记录就成为历史了，永远的是历史记录了。对，我们在前面已经介绍说，江山市啊这个体育馆呢多次承办过全国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和冠军赛，尤其是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的选拔赛，男子举重在这里打破了5项全国纪录，对，超了2项世界纪录，所以这个地方呢，都被举重运动员和教练成为是中国举重的福地。好，我们来看一下广东的林雪华95公斤的开把。林雪华呢在抓举上还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对，他在全运会上抓举呢是100公斤开把，当时是也举起了这个重量。但是非常遗憾，在挺举当中呢是3次没有成绩。苏婷婷，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样啊，他第一把92没起来，第二把93还没起来，现在又给自己加到了95。哎，再举手！这是变动。稳住，哎！成功！敢这么加，有这实力啊！但是实际上，对于这样的99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讲，我觉得比赛当中，这他今天这个还是值得商榷的。对，这是他的教练杨存康，也当时是男子64公斤的全运会的冠军。这么年轻的选手第一次参加成人组的全国锦标赛，如果说刚才这把95没起来，会给队员留下什么样的心理阴影，对不对？你刚才讲到这个开把重量，我们经常讲举重啊开把有这么几种形式，一种叫做低开高走，一个是高开低走，还有一个是高开高走，还有低开低走。那么一般对年轻运动员来讲呢，都是采取一个叫低开高走，什么概念呢？我低一点开把，但是加重的幅度可以大一些，可以大一些。这样呢，运动员有一次成功，可能心理素质对他心里就不一样了，感觉不一样了。你说非得逼成这样，92起不来，93起不来，你加到95，这是起来了。如果起不来，这给他留下的这个心理阴影，会在很长时间内都给他带来这个负面影响。对。
除非是已经逼不得已了，哎，没办法，那可能比如说考虑他的休息时间衔接的，采取这种方式。这就像男子举重田涛在里约奥运会上抓举是两把不成功，第还都是一直在加，第一把不成功加重，对，第三二把不成功又加重，还好抓举和挺举都是这种形式，各成功了两把，获得了一枚银牌。当然如果他多一把成功的话，可能这枚金牌就不是伊朗选手了，是那个拉希莫夫吧，是伊朗的选手罗斯塔米。啊，对，罗斯塔米。现在出场的是广东选手，啊，拉希莫夫是陈树营，是小军那级别的。对，陈树营。陈树营呢是2017年全运会的第五名获得者，当时的抓举成绩呢是100公斤。嗯，感觉这广东队的队员啊，就从技术特点上就能看出来，特别是这个抓举。那么在昨天已经结束的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当中，来自广东选手的李亚军获得了挺举和总成绩的两枚金牌。抓举是重量相同，但是他后举起来的。当然了，抓举的冠军也是广东的，广东的张婉琼。张婉琼是。这是欧玲丽，96公斤，第三把。这是他的主管教练周继红。周继红教练在去年湖南进行的一个什么评选当中，我记不清，这个就有点类似出人物这样的评选当中，是入选的十大杰出人物当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女性，哦，因为她带出了像我们知道的里约奥运会女子69公斤级的冠军向艳梅。对，对。16年湖南好像就两个举重冠军。对。哦，就是整个里约奥运会，对，在里约奥运会是男子56公斤级的龙庆泉和女子的69的向艳梅。向艳梅，应该说啊，还是很遗憾的。嗯，如果是陈丽君男子62公斤不出问题的话，应该说当时这枚金牌是比较，把握还是比较大的。陈丽君那枚金牌是我们所有的夺牌任务当中认为最没问题的一个，对，结果恰恰出了最不可思议的问题。对。中国举重从84年进入奥运会以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因降体重，对，因为降体重没有降好导致大面积抽筋，从来不能参赛。哎呦，广西的选手啊，雷成宇，这个当时这个周俊富主教练跟我讲，他说就认为陈丽君是最放心的，因为就没在他身上多下心思。对，结果恰恰就出问题了。因为当时呢，朝鲜选手被禁赛，对。我们几乎是没有对手，因为当时呢，陈丽君已经达到了333公斤，嗯，而呢，当时的第二名的成绩还不到320，所以他领先了15公斤。当时的世锦赛第二名是319，317，对，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对，所以说啊，这个也都是很多都是故事。你像那哥伦比亚那个选手。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朝鲜选手呢被禁赛，他拿了冠军，南美洲历史上的第一枚奥运举重金牌。对，非常难得。他们不仅仅是哥伦比亚的第一枚，是整个南美洲历史上第一枚。对，实际我们没有拿到金牌，也给他们一个机会。对，对。现在场上是张玉娟，也是国家队的选手。好的。哎，所以我们就经常讲，为什么叫一把保成功呢？对，这第一把成了之后。后头就要成绩，第三把上水平。无论是什么比赛啊，运动员这种紧张的心态还都是难免的。当然，适度的紧张对提高成绩还是有一定好处的。但是呢，举重要求的精准度非常高，尤其我们看到这抓举比赛，稍有一点不适，可能就有失败的可能。对，这是柴琳娜，对，今年的全运会冠军。对。蔡琳娜个人的最好比赛成绩呢，是238公斤，也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创造的。
去年全运会的抓举成绩是105公斤，今天是98公斤开榜。在这个级别上一直啊，柴丽娜呀、周俊呐、陈桂明啊这几位选手，另外关键原来还有一个邓猛龙，周俊没有参赛这一次了吗？还是没有参赛？没有来参赛这一次。所以说这次呢，主要关注的焦点就刚才的柴丽娜，还有包括现在的林雪华。嗯，林雪华这也是比较有实力的选手。对，当然我们讲这个他们几个比较接近，是那就看谁的成功率，还是看成功率。对，林雪华在16年的选拔赛上，当时的抓举成绩呢是98公斤。这个选手相对来讲抓举实力和更高一些。成功，小林重量98公斤，3号云南周宗涵，第3次世军，13号广东陈淑莹准备。现在三位选手100公斤开拔依然没有出场。对。现在我们一看到这屏幕，现在没有出场的三位选手都是来自于国家举重队的选手，他们分别是重庆的罗小敏，陕西的陈桂明和广西的张幼娟举了一把了，张幼娟举了一把97。好，我们来看邹涵。现在赵秀云没有出场。对，我们的赵秀云还没有出，也是100开。打起了，收完，稳住，哎，成功。邹涵呢是在2015年的青运会的选拔赛上，当时抓举成绩是92公斤。邹涵应该是提高了自己的比赛成绩。广东的陈淑莹第3把要到了98公斤。小雷，这是他第3次世局，他的个人最好抓举成绩是100，这是严章群他的教练。好的，应该没有问题，这个站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哎，这是经验啊。对，这刚才如果着急起身的话，这把就对，就很有可能偏前掉下来掉了。3把成功，不错。对，3把成功。现在马上出场的是来自重庆的罗小敏，也是国家队的运动员。对，我们看到他的主带教练谢勇。谢勇。那么罗小敏呢，在17年的全运会上，当时抓举成绩呢是99公斤，今天是100公斤开榜。对，并且这也是一位最年轻选手之一了，是99年出生的。他是最小的，他99年11月14号。对，在这3个99年里头，他是最小的。嗯。看来在国家队的这个在教练的精心培养下，看看他今天是否有新的突破。哎呦，小姑娘有点不禁夸呀。杠铃重量100公斤，10号广东赵秀云，第1次世局，11号陕西陈桂明准备。这还是带领的高度不够。我现在要广东的赵秀云出场了，怎么还没到台口呢？现在这次后场离前场近，所以说教练都不着急。不着急，还剩32秒。
今天呢，赵秀云的开拔重量也是在三位选手当中最高的之一了，100公斤。那么赵秀云在全运会上的开拔重量也是100公斤。哎呦，这两个100公斤开拔都没有成功，这个起身起得着急了。杠铃重量100公斤，其实杠铃没有完全控制稳的。接下来要上场陈桂明了，对，也是100公斤开拔。陈桂明是全运会的第三名获得者，当时的抓举成绩呢是100公斤。这个陈桂明的个人特点，他抓举对他来讲很有经验，他给那个音响台那头 DJ 示意啊，你音乐停吧，赶紧把音乐停了，避免对自己造成干扰。对陈桂明呢，相对来说他的抓举啊偏弱一点，他的挺举呢实力对挺举今天他是开的最高的130。那么在以往比赛当中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240公斤，也是在今天所有的选手当中以往比赛个人最好成绩240公斤排在第一位的。陈桂明是今天场上15位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大的，94年出生的选手。 对，如果陈桂明在抓举上取得一定的突破，那对这个创造总成绩好的成绩会奠定重要基础。对，不过今天我们看陈桂明第一次试举100公斤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们经常拿全运会的成绩和比赛相比，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全运会啊是4年以来高点，一个高点水平最高的，往往很多成绩都超世界纪录这样一个成绩。所以我们经常评价一届这个锦标赛的水平高低啊，一个是成绩，再一个就是破纪录的情况。对，现在是广西选手张玉娟，这也是国家队的选手，她在全运会上的抓举成绩是99公斤，当时也是99公斤开拔，加到102，两次没有成功。哎呦，这也是没有拉起来呀、啊！今天三位选手100公斤开拔，只有陈桂明成功了。陈桂明的第二把要到了103，柴丽娜的第二把要到了101。因为柴丽娜是98公斤开拔，对，她是98开的。我们看以往的比赛个人成绩啊，柴丽娜的抓举最好是在15年，是103。陈桂明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是也是15年102。好，来看一下罗小敏的第二次试举。罗小敏啊，这是一位年轻选手，他只参加了17年的全运会的选拔赛和全运会的决赛，当时的抓举成绩都是99公斤。好的，成功。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当成功以后啊，这种释放这个压力这种方式，所以说他应该说他也是这个心理压力很大的。对，特别是在第一把开把没有起来前，尤其对这个罗小敏来讲，因为是一位年轻选手，对，因为他在全运会上当时的比赛成绩只算第11名，但是进到了国家队，我想对他来讲可能需要更好的成绩来体现自己的价值。对，赵秀云第二把，哎呀，还是这个跟地把的情况比较相似，对，杠铃没有完全控制稳。我再看一下慢动作回放，高度也有点不够，但是我还觉得是在起来以后啊没有完全撑稳。对啊，在举重呢，抓举比赛只要是你抓稳了，站起来都是没有问题的。3个0。
这是广东的另外一位选手、李雪华。李雪华的最后一次试举100公斤，他是95公斤开靶，前两次都试举成功。来，高腿，别喊！哎呀，这时候别喊，都很可惜。哎，失败。是这样喊的时候，第一这口气没有憋住，对；第二会注意分散他的注意力，所以举重比赛一定要高度的专注这个比赛。哎，你看到顶之后，这下别喊，他就喊了这一下。哎。这口气很重要，哎，这是广东江涛教练。广西的张玉娟，最后一把。手要敢放松啊！拿了！哎呦，这个动作节奏没有出来。对，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1公斤。八号福建一队白丽娜第二次试举，10号这是他的教练毛角，也是国家队的教练。那么现在场上呢，还剩下6把的试举，目前加到最多的是陈桂明，是103公斤。重庆的罗小敏是102，现在马上出场是柴丽娜，是101公斤。今天呢，应该讲这几位选手如果抓举没有和陈桂明拉开距离的话，陈桂明在挺举当中将会优势更大一些。相当轻松啊！成功，杠铃重量101公斤，10号广东赵秀云第三次试举，4号重庆罗小敏。蔡丽娜在全运会的抓举呢是105公斤，哎呦，看她的左肘啊，稍稍有一点点的那个小屈伸，但是并不明显，不怕不违例，也不犯规。嗯，那么在2017年的世界举重锦标赛上，当时获得冠军的成绩呢，是105公斤，有两位选手达到了这个成绩，一个是泰国选手，一个是驻我台北的选手。哟，赵秀云的第三次试举啊，他是前两把100公斤没有起来以后加到101，这是广东教练洪永红。哎呦，发力早了，他这个发力就看得出来这次很难完成了，这样的话也砸锅了第三个。所以这个100公斤的开把，刚才你讲到好，这个选手还是很厉害的，最后还是要成功率，哪怕你降低2公斤开把，对啊，你成功率高一点的话，既不影响你的成绩，可能还不会砸锅，这样很遗憾。因为这个选手在全运会上是挺举砸锅了。哦，罗小敏的第三把102公斤。哦，赵秀云没有，我当看的是欧玲丽，林秀华。哦，刚才我们说的是赵秀云。赵秀云，对。赵秀云啊，不是，是林秀华，是广东的选手，林秀华是第三把。这是罗小敏的最后把试举102，如果成功的举起这个重量，将提高自己的比赛成绩。3公斤。哎呀，左肘屈伸了一下，还是很明显的，三盏红灯。杠铃重量增加到这个就有点可惜了。啊。11号陕西陈桂明第二次试举，8号福建一队柴丽娜。你要跟下去，我骂你了。就是他谢勇也是。哦，对了，你看左肘很明显，左肘。说举重呢，竞赛规则规定很多。我想电视机前的观众，包括我们现场的观众，很多看不明白，说这不成功了吗？对啊，就是这个在举重比赛当中，这规则规定你不能有第二次屈伸。现在是全运会第三名获得者
陈桂明，来自陕西的。那么我们刚才介绍了他在2015年的冠军赛上，当时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是240公斤，他以往的个人抓举最好成绩是103公斤。现在这是他的第二把，要到了103。对，他是在16年的锦标赛上是抓起过103公斤。哎呦，还是这个带的不够高。对，所以陈桂明如果在抓举上不取得突破的话，会拖他总成绩的后腿。没错。这样的话，抓举全场就剩下陈桂明一把和柴丽娜一把了。对。柴丽娜现在第三把也是要到了103，陈桂明这个103应该也不动了。柴丽娜在去年全运会上当时抓举成绩呢是105公斤，也是她以往参加比赛的个人最好成绩。你加油来！这是她的教练关咏梅带起来，别着急，别动。好的，好的，哎，今天柴丽娜也是三把成功。对，成功。我们看到她的教练关咏梅也很高兴。因为现在柴丽娜呢还是在福建队训练，没有到国家队。我们看到运动员啊，其实成功以后心里还是很高兴。对，好，来看一下陈桂明的这一把，这也是今天抓举的最后一把了。实际现在呢，抓举的冠军已经产生，是由福建选手柴丽娜获得的。柴丽娜已经获得了抓举冠军，因为陈桂明即使起来，他是后起来的，也要排在陈丽娜后面。对，这就是新规则。对，举起相同重量，谁先举起来，谁名次靠前。稳住，有了，哎，好的。这样的话，陈桂明获得了抓举的第二，103公斤。好，我们接下来是10分钟的中场休息，稍事休息之后为您带来挺举的比赛，稍后见。好，这样各位比赛观众朋友们，欢迎在结束的休息的阶段，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玩互动的游戏，能够把礼物送给各位。这个游戏呢叫做冠军模仿秀，各位要通过我们的大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2018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那么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女子58公斤级的挺举的比赛。我们现在看到，首先出场的是来自吉林的梁春凤。梁春凤今天抓举也是不理想啊，就成了一个开把重量。对，连续两次试举90都没有起来。实际呢，她这个重量呢，在2016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当时她参加的是青年组的比赛，抓举85公斤。嗯，那么我想两年过去了，年轻选手还是应该有所提升。那么他当时的挺举成绩呢是100公斤。嗯，这小姑娘也是个下蹲挺。今天成功了。那么他今天的105公斤呢，也和他两年前16年的比赛呢，当时的挺举开把重量也是105，但是两次前两次没有成功，最后一把才起来。今天是开把重量105，第一把成功了。今天挺举的比赛当中呢，15位选手开把最高的是128公斤，是来自福建的柴丽娜。哦，还有一位选手130，陈桂明是130公斤，陈桂明是130公斤。吉林的邱秋平107公斤开把。广西的张玉娟是127公斤开把。哎呦，很可惜啊，这把收腿没有收好。
那么邱秀平在2016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当时他的挺举成绩是98公斤。应该说邱秋平今天的开靶重量比他以往的比赛个人最好成绩高出了7公斤。哇，邱秋平107没有起来，没搭理他，直接加到111了。刚才应该讲他这个105公斤呢、啊、还真不是一个水平和能力的问题，就是在收腿的时候没有收好，打滑了一下。对，所以他干脆就拿他当成功了。嗯，不过这次我们看到在这个小级别当中呢，吉林有两位选手来参赛，这是以往也不多的。对，不过水平呢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提高。这梁春凤毕竟也是99年出生的选手啊，对，99年的9月21号。对，比如说在16年的青年的比赛当中呢，是挺举成绩是105公斤，今天呢第二把加到了110公斤。哎呦，这个调整没有调整有点大，稳住，不要着急。哎，那这样的话对梁春凤来讲呢，已经提高了5公斤的比赛成绩。像这个年轻选手啊，往往啊第一次参加成人的比赛啊，他的抓举的成功率啊为什么不高，也可能这个心理紧张也是一个因素。我们看到挺举呢，哎，就提高了自己的比赛成绩5公斤。这个举重比赛啊，虽然说是自己跟自己的较量，但实际上选手之间他也是有这种完全气场的，完全是还是不一样的、哎。虽然是自己没有任何人的干扰，但是呢，心里还是非常紧张的。好的，刚才107没起来，这回直接上到111。我记得跟张国正也聊过这话题、啊，当时他讲到的，他是在2000年参加悉尼奥运会。悉尼奥运会，对，那次张国正不是拿了第4吗？对，当时的冠军是俄罗斯的马尔科夫，男子69的，好像是吧？我记得不是太清楚啊，这18年前，当时国政讲过，就是他从这个马尔科夫面前过的时候，不是马尔科夫从他面前一过的时候，国政有种感觉，是我头皮发麻，就觉得他那个气场太强大了。当时应该说还有希腊的几位选手，69公斤的当时的几位高手啊，是希腊的还是谁的，反正就是当时那个冠军。嗯，他国政自己就说，他从我面前一过去，我感觉我头皮发麻，就他那个气场就很紧张，对我就有这种影响。对，嗯。江西的洪梦瑶115公斤。洪梦瑶在16年的冠军赛上，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21，但是三次试举没有成功。今天是115公斤开靶。哎，这一把怎么能开靶重量啊？这翻都没翻起来。洪梦瑶应该说最好个人比赛成绩是在2015年的青运会的比赛当中，当时的挺举成绩呢是121公斤，当时加到126，两次没有成功。这个抓举砸锅之后啊，是不是对队员的也是情绪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因为他这个注意力就很难再中起来，状态不对。嗯，苏婷婷。也是115的开靶。好的。成功。目前女子挺举的全国纪录是142.5公斤，
这还是142.5公斤，这样没有更改这个加重的规，就是这个规则，是由当时的江苏选手顾威在2005年的全运会上创造的。目前世界纪录呢是142公斤，也就是在2017年的世锦赛上由中国台北选手郭金存刚刚刷新的。这个一公斤规则是从2006年开始的，对，2005年的全运会当时这个加重还是2.5、2.5加。好，我们来看一下侯梦瑶第二把。提零的时候时间只剩2秒了，撑稳站好，成功。这把起来之后啊，扔零的那一瞬间他真是如释重负、啊、对，因为对一个选手来讲呢，一次来参赛如果没有成绩的话也是一件非常很遗憾的事情。邱秋平的第三把，115公斤。邱秋平在2016年的冠军赛上，当时的挺举成绩呢，才只有98公斤。这确实可能到极限了，翻都没有翻起来。这样的话，他的比赛也结束了，最终是抓91挺111，总成绩202公斤。现在目前在这个级别上，世界上从2016年到2017年的整个，一个是奥运会，一个是2017年的世锦赛上来看，有2位选手总成绩都达到240公斤。我们目前从16年到17年，我们国家最好的选手的成绩是238公斤，所以这个级别我们与国际上的最好成绩还有2公斤的差距。好，来看一下云南选手邹涵116的开板。今天最高的开拔重量是130公斤，是来自陕西的陈桂明。在已经结束的抓举比赛当中呢，有2位选手成功的抓起了103公斤。那么这个成绩呢，与2017年的世锦赛的冠军成绩105公斤有2公斤的差距。现在出场是吉林选手周春凤，梁春凤，这是韩文亮，也是我们国家大级别的优秀选手。韩振松，哎呀，高度不够了。这样，梁春凤结束了抓举和挺举的比赛，抓举成绩85。挺举是110公斤，110。185公斤的总成绩，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成绩还没有48公斤最好选手的成绩好。对。195。195，抓85挺110。对，在昨天进行的女子48公斤级比赛当中的侯智慧是205公斤。对，广西的韦成瑜117的开板，他的抓举是94公斤。
撑完，哎呀，送的稍微偏前了一点点。失败。杠铃重量五吨，二号孔信文替各位冲于第二次世界十号赵秀云开。这是他的教练梁慧杰。哎，稍微偏前了一点点。另外，实际上他的左肘已经有屈伸了，这把就算是撑住了，恐怕也会要判失败的。杠铃重量增加到118公斤，十号赵秀云第一次世锦二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江南山杯2018年的全国女子举重的锦标赛。这也是每年度的举重最高水平的竞技。韦成瑜加了117厘起了，他也加到118了。这样的话，广东的赵秀云要先举。赵秀云今天也是平举抓举砸锅。对，我们说到赵秀云呢，是在全运会上是获得这个级别的第七名，他的挺举成绩呢是120公斤。当时第二把加到123，两次没有起来，总成绩是222。哎呦，怎么老敲他后脚跟？对啊，身体再向后一点，不能再往前了，要不偏前了。好的，好的。这样，我想他第二把很可能加到121到122。那么举重比赛呢，挺举和抓举每个运动员选手呢给三次试举机会，每次的加重呢，大小级别的加重的跨度还是不一样的。那么小级别应该是在3公斤左右，尤其女子。那么大级别很可能在5公斤左右，就这个大级别也就是在75公斤以上级别。韦成瑜的第二把118公斤，他刚才是117没起来，干脆再加一公斤。好的，收好腿，站稳。那么挺举的比赛呢，它要是两个部动作，两部分动作完成的，一部分动作我们看到这是叫提铃之胸，这个过程呢，运动员可以调铃，放到最佳的位置，也可以调整呼吸，做好上送前的准备。哎，这个过程是上送，那么上送以后，当杠铃的整个的平面与身体的平面在一起，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状态，那就表示你这次比赛是。这次是成功的，裁判员将发出你放下杠铃的示意。现在是广东选手林雪华，他第一次试举100。那这是梁金群，广州的梁金群。哦，梁金群啊，梁金群。梁金群也是抓举砸锅。哎呦，偏厚了，偏厚了。失败，杠铃重量不动，三号云南邹凡第二次试举。那个年轻选手啊，砸锅之后这个心气儿都没了，你看上场的时候，对，明显感觉精神状态不对，精神状态不对。这是他的教练洪永红。这还是送的高度不够。云南的邹涵第二次试举第二把加的不多，116，只加了2公斤，118，119加了119，加3公斤，这是比较正常的。另外呢，这个加重呢，第二次加重和第三次加重也是有所区别的。
站好，没问题。成功。这个运动员，尤其小级别运动员，第二次呢加103公斤左右，那么第二次，这是他的教练张同喜。第二次加到第三次呢，一般有可能是2公斤这样一个跨度了，就第三次试举这个重量往往是接近于运动员的最好训练水平。刚才你讲到，在我们昨天看到的女子48公斤比赛当中呢，这个成立不高的原因呢，还有一个是小级别空重比较多，对体能的影响也会非常大。它不像大级别空重小，或者空点体重呢不影响整个的体能状况。现在是梁金群的第二次试举了。这把翻转还是挺轻松的。哎呦，这个就是上送这一下总是不够那么狠，不够坚决。对，如果我们简单的说就不够狠。另外刚才讲到，我认为啊，可能整个受抓举失利的因素影响啊，整个的精神状态对没有调整出来，心气儿没了。对，还没有忘，还一直沉浸在这抓举失败的阴影当中。然后我们看广东的赵秀云后两把弃权了。哦，不是，他是因为他抓举砸锅，所以总成绩那没有显示。对，那是总成绩的显示。现在是梁文群的连续试举时间。我们看到，这是梁金群的教练洪永红跟他在交流。我想这个时候的教练员是要充分的，就是要充分鼓励他，鼓励他。看湖南的两位周教练，周俊甫跟周继红。嗯。我们这次的比赛呢是在江山市来举行的，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江山市呢也是多次承办全国比赛。现在这个很危险啊，抓举砸了之后，现在停举也面临这样一个局面了。对，这时候教练一定要给运动员这种鼓励，把他这个气势要调出来。现在你看这队员坐着是闷着的，对，没有那种战斗的欲望，那种气势。是，现在对于他来讲呢，完全不是一个体能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就是心态，就是心态，就心态完全没有把自己的这个欲望对调整出来。你看，没有那种战斗的欲望，那种气势。就说虽然我抓举失败是打蔫的，对，我怎么如何的把我的挺举的能力表现出来？对。简单一点啊！翻站应该没有问题的。没关系。你看翻得很轻松。全掉向上，一定要狠，送到位。哎呦，又差点受伤。应该没有问题，杠铃是滑下去的，不是直接砸下去的。对，是滑下去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对于这个运动员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第一次参加这么重要的比赛，抓举、挺举全部砸锅。所以说啊，这个运动员的这个培养，我们不仅仅是教他的一些技术能力。其实这种心理的建设也极其重要。另外我经常和运动员和教练员们交流，这个运动员的训练呢是要头脑训练。对，就是说你自己怎么，当然教练是一方面，你怎么学会自己去把自己的能力和各方面去调整出来。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一个能够成就伟大成就的运动员，一定要有那种霸气。对，其实你像我们啊，讲了无数遍的，像战旭刚当年创造的那样的一个奇迹，对，龙清泉里约奥运会创造的那样的奇迹，是。那自身首先要有这个厚度，有这个能力，然后关键时刻有那种霸气，怎么把自己的最大的能量展现出来？对，这是罗小敏。自己对自己都没有那个自信的话，哎呦，这没有翻转好啊，失败。杠铃重量不动。我们看到自信的人是不可能在赛场创造奇迹的。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重庆的罗小敏，他今天的抓举呢是获得了第三名，也是一位年轻的选手。他在这个
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虽然只获得了第11名，但是依然入选了国家队。这也是今天场上15位选手最小的，年龄最小的，他是99年11月14号出生的。嗯，那么罗晓敏在全运会上当时的挺举成绩呢，是120公斤，他也是120公斤开跑，当时呢后两次加了125没有起来。现在出场的是陈淑颖，也是全运会的第5名获得者，但是他今天的抓举啊不是太理想。对，抓举今天只有98。对，这挺举是120的开把。嗯，好的。成功。今天呢，本场比�赛呢，由3位广东选手和1位广州选手。另外有2位广西选手，2位湖南选手，1位是福建选手，还有2位吉林选手。说这场比赛15位选手呢，比较集中的几个省。重庆的苏婷婷，这把上了5公斤。哎呀，好，就这个收腿还真是撑住了。对，今天呢，苏婷婷呢在抓举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她开把没有起来，加到92没起来，加九十五，但还好最后一把95公斤成功了。但是对于年轻选手啊，真是不能这么给他要了。对，是你哪怕先给他要个88、90呢，是你让他先起来一把。所以说呢，我们可能各个省市的教练员在赛前呢，也在制定不同的比赛预案。对。可是呢，场上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怎么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调整这个开把和加重，也是很值得关注的一项内容。罗晓敏，我想这把对他来说很关键，也很重要，120公斤。偏前了，哎呀，实际在上送的这个过程当中，身体有点前倾。还是身体没有控制住。嗯，这个身体没控制住是前面在这个一蹲上蹲的时候就已经那什么，也偏前了，就是能感觉得到。洪梦瑶的第3把，120公斤。要夹住压住。注意安保。好。往上升起来，等。这样，今天的比赛6把试举只有1把成功。嗯，最后呢，挺举是115公斤。现在场上还有5位选手没有出场。今天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挺举的开把重量报的最高的是来自陕西的陈桂明，是130公斤。来自福建选手的柴丽娜是128公斤，这2位选手也是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和银牌。好，来看一下罗晓敏，对，最后一把试举了，非常重要了，看看这位年轻选手啊，是否有一种敢拼的精神。要收住，收住，带到位。谢有点紧张啊，那很紧张的，是这是国家队的选手啊。一起来，谁想见？哎呦，他又调整了，会不会？哦，又有点偏前。其实刚才这个就很危险。对，
这很危险。按照举重的竞赛规则，很有可能去给判的。对，因为属于第二次调领了。对，因为他这个调领是一个连续的动作过程，你不能中间有停顿，这样很遗憾。罗晓敏呢？这挺举砸锅。对，挺举砸锅了。抓举也是只成了一把呀。对，100公斤。嗯。广东的赵秀云，121。这个重量对赵秀云来讲起来的话，比他全运会的比赛成绩还提高了1公斤。在全运会比赛当中呢，他的成绩是120公斤。哎，做了把硬拉，这是握铃没握好吗？失败。当铃重量不动，2号本机组机车雷成于第三次试举3号。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58公斤的比赛，现在啊，可以这么说，我们国家男女举重呢，在世界上是有一定优势的，但是呢，我们的后备人才啊，还是并不足，尤其是我们很多人会产生一种误解，说练举重呢，会使小孩不长身高，实际这个问题呢，已经确实是一种误解，对，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这是广西教练邓慧杰，我们看到这是韦成瑜第三把121公斤。走，站起，站起，调好，稳重，撑好，撑住，成功了，成功。今天的比赛，我想呢，杠铃的重量只有架到125公斤以上，可能争夺的会更加激烈。对。今天获得抓举冠军的是来自福建的选手柴琳娜，103公斤；获得第二名的是来自陕西的陈桂明，也是103公斤。邹涵的最后一把也是要到了121，他现在的总成绩是217，暂时排在第二上。啊，起身啊！目前呢，他在前5次试举当中呢，都全部获得成功。好，耸起来！走！哎呦，哎呀，高度不够了。当然说，第三次最后一把试举，这个重量往往会达到运动员的训练的最好水平了，是就是挑战一下自我。对，往往这个时候的成功率呢会降低，但是呢，运动员第一次试举就是开把的重量，出场的重量是不应该失败的。对。这个每次比完赛之后啊，要把自己身上这号码布给交回去。好，来看赵雪云的最后一把。这是他的教练胡永红。来，恭喜他。来。能。这有点不负责任了。对。哎，连续2把做硬拉，这确实有点不负责任，这应该批评。因为你既然走上场了，对，你尽最大的努力没有起来。大家呢不应该做硬拉，往往我们对这个在比赛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实际还是不提倡的。对。一年一次的全国锦标赛啊，就这么6次机会。对，应该珍惜每一把。好，我们现在看到是广东的林雪华，122公斤的开把。林雪华在2017年的全运会比赛当中呢，是123公斤开把，2次试举没有成功，架到125也没有成功，所以说在全运会上是砸锅了。哎呀，还是身体没有完全控制住。
李雪华今天的抓举呢是98公斤。今天应该说对林雪华来讲，这个开把重量也是不低的。对，122公斤呢。根据国际举重的最新规则，若运动员出现比赛中成绩相同者，不再比较二人的体重情况，先举起该重量的排名看线。那他是连续试举。对，所以刚走回后场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又往回走了。现在我们看啊，这次呢整个的赛事的组织还是非常到位的，并且还专门组织了群众参与的力量训练，也是为了扩大和宣传举重。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福建的柴丽娜后场的热身活动，这是应该是115，115，90加115，105公斤。现在林雪华第二次试举122公斤。那么他起来以后呢，总成绩将达到220公斤，会排在目前已经结束比赛的选手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他今天的抓举成绩呢是98公斤。哎呦，没有停就上送，成功，教练重量增加到123公斤左右。然后林立第一次出局。那么现在是目前广东选手林雪华是排在总成绩第一位，总成绩是220公斤。现在我们刚才介绍说，这个级别我们在世界上有两位选手都达到过240公斤，但是呢，其他选手的，就是第三名以后的成绩就大幅度下降，对对对，都是在225公斤左右了。可是对我们国家女子选手要参加奥运会或世界大赛呢，我们就去要争冠军、争金夺银的。欧凌丽123的开把，成功。这样说啊，欧凌丽的总成绩是达到221。然后219排在第二位，他的抓举成绩是96公斤。对，96公斤。陈世颖的第二把也是123。今天场上呢，应该说有4位选手来自广东。我们前面介绍了陈淑莹呢，在全运会上是获得这个级别的第5名，当时的挺举成绩呢是123公斤。哦，今天是他已经开过了，120公斤成功了，这是第二次试举重量123。失败。刚离重量不动13号，陈淑莹第三次试举7号。目前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广东选手林雪华，220公斤，排在第二位的欧凌丽来自湖南纵工，这是219。从目前情况来看呢、啊、今天的总成绩啊，冠军的水平至少应该在235公斤以上。对，但是我们看看这几位选手是否能够突破240。这是广东教练严章石。陈桂明的抓举103，对，挺举是130开，只要开马成了233，还是有戏能上240。
对，有希望，就看他的成功率了。我们看到，这是也是国家队的教练朱明武，他应该是指导陈桂明的训练。嗯，现在出场的陈淑莹也是他最后一把试举，123公斤。那么陈淑莹举起这个重量的话，和他全运会比赛当中的挺举成绩是相同的，都是123公斤。带起他，带起他，带高他呀！轮点。耶！送高啊！走高！高！还是高度不够，这跟第二把情况基本上一样。实际这位选手在2017年的锦标赛上，当时的挺举达到过127公斤的。这样呢，只完成了120公斤。那么现在场上有三位选手没有出场，他们分别是福建一队的蔡丽娜，她的预报，我们看蔡丽娜把预报开发重量128改到了125了。那么张玉娟呢，我看看她的预报开发重量没有变化。好，来看一下重庆的苏婷婷，最后一把124。走，头抬起来，兄弟妹妹，压住，站，没有压住，不行了。不过最后一把也是肯定是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了。这翻铃的过程当中，膝盖已经触及地板了。对，在举重比赛当中啊，有这么几个犯规，其中一个就是这个除两脚之外的任何身体第三点着地都要被判为失败。这是重庆教练杨春康。我们经常讲，像您刚才讲到的，但是呢，其他身体部位其实一般很难着地的。就是膝关节，就是膝关节，一个还有臀部，对。有时候是翻铃翻的，就是蹲的比较深的话，可能会对接触到这个举重台。国际大赛当中，我记得是有一年的世锦赛，是日本的三宅宏美曾经因为这样的。这个就看有些选手啊，他的训练的个人的特点，就下蹲的比较深。调好，上松，顶住。好的，别着急，站稳。哦，这样林雪华。完成了122公斤这样一个重量，一百二十四，这样的话总成绩现在是222公斤，暂时排在第一位。排在第二位的是湖南选手欧玲丽，219，但是欧玲丽呢还有，欧玲丽还有两把的试举。哦，现在我们看到蔡丽娜出来了，蔡丽娜也是全运会的冠军获得者，他以往比赛个人的最好挺举成绩是133公斤。偏前了一点点啊，运动的时候，还好，因为这个重量不是很大。对，开把重量他还能控制住。对，蔡丽娜是在2017年全运会上，当时挺举成绩呢是133公斤，总成绩是238公斤。这一把起来之后，现在总成绩已经是228了。对。目前他是排在第一位。我想这个时候的蔡丽娜，一个是要看她的训练水平和能，她这样由这一把垫底，我想她第二把的试举重量可能会要加到和，至少要和陈桂明持平了点。持平，对。没事，应该是多一公斤。嗯，对，如果想赢的话，对，想赢的话，他一定要加131。现在是广西选手张玉娟。那张玉娟今天的抓举啊，发挥的不太理想，只完成97公斤一把的试举。
哎呦，没有送起来啊。今天这个126公斤的开把重量还低于他全运会比赛的成绩，全运会比赛成绩是128公斤。张轩也是全运会的第四名获得者，现在目前也是国家队的队员。还是上送这一下也是没有完全打开。嗯。8号教练，张玉喝水吧。好。欧玲玲，126。欧玲玲在2017年的锦标赛上，当时挺举成绩呢是128公斤。好的，送起来了。嗯。成功。但是他这个重量呢，依然也是222。和那个目前排在第二位的李雪华是一样的。我们看欧玲玲，不过她还有最后一把十级，最后一把十级。那么现在场上呢还有4位选手没有结束比赛，可以这么说，现在排在第3位的已经稳获前6名了，甚至前5名了，因为现在就柴琳娜和现在。陈桂明，只有陈桂明没有出场，陈桂明也降了，降到127了。嗯、对。哎，跑的，嗯，还好，这次呢，还是比较成熟。这样的话，他现在总成绩达到了223，暂时排在第二位。现在谁超过了？现在谁超过了222呢？就基本上就有可能排在第3名了。那么现在场上还有4位选手没有结束比赛。嗯，陈桂明出来了。嗯。前面已经介绍陈桂明啊，相对来讲对他的挺举要比他的抓举更有一定的优势。陈桂明以往的个人挺举最好成绩呢是达到过140公斤，这是在2015年的冠军赛上创造的。在去年的全运会上呢，挺举成绩130公斤，应该说不是太理想。没有问题的，嗯，他的挺举要比他的抓举可能更稳定一些。不过今天陈桂明的抓举还不错，还不错，203啊。嗯。这一把起来，现在总成绩是230。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柴琳娜就采取一种什么战术呢？就是我要赢你1公斤。对，我赢你1公斤，哎，压着你就行，就看您的成功率了。对。但是呢，最后一把我可能起来以后呢，我就看你柴琳娜。怎么举了？就看你那个陈桂明怎么举了。对，因为他这是第二把试举。因为两个人现在是抓举成绩相同。对。所以你举127，那我就128。嗯，我就压1公斤就可以。应该说，柴琳娜呢，这个128公斤这个重量也是没有问题的。她在去年全运会上是挺举133公斤。翻战很轻松。哎。就是我刚想提到，就是在上送之前，我认为他没有完全。他第一把上送就有点偏前。对，我刚才就说了，他刚才说有点偏前，这个重量比较偏轻，所以说他有控制。他能控制住，哎，我这一把就控制不住了。对，就是他上送的时候有点着急了，就是没有完全把这个。全身的力气都发挥出来，丢一把就是很被动了。对了，丢一把这种战术就没有法安排了。现在出场的是欧玲玲，她的最后一把也是128。
他的抓举成绩是96，是224。如果起来2公斤，对，起来的话224，二十四起来以后呢，就拼，他可以拼到第三去。对，现在第三是223，是这个张玉娟的。对，他这把起来224，对，这就是拼一个总成绩的一个铜牌。对，但张玉娟还有一把试举，哦，也没有成功啊。对，张玉娟还有一把呢。这样的话，他已经是稳获第五了。对，目前应该说，第四名以后的选手的成绩已经是没有变化了。基本上定了啊。现在是获得第四名的是来自是广东选手李雪华，第五名的是湖南选手欧玲玲，第六名是来自云南的周涵，应该说周涵这个名字我们看现在柴丽娜把自己的第三把加到128米起来吧，她加到130了，她加到130，然后陈国明马上加到131。对，我逼着你先举。对，我一定反正我现在我是赢着你的。对，我已经现在总成绩上赢着你。对，而且我现在还有2把，你还有最后一把，我一定要逼着你把最后一把先举了。对，这个、看你的情况再做决定。对，说这个现场的这个战术安排一定是这样安排的。所以现在出场的是广西的张玉娟了，她的最后一把要到129。对，她举完之后就剩下陈卫明和柴丽娜最后3把了。张玉娟呢，在全运会上当时的表现成绩是128，但是呢，当时加到132，两次没有成功。因为这也是国家队的队员，所以我们看到张国正也到了台口盯一下。对，现在是由国家队毛角教练带他训练。好的，撑住，没有问题了。好嘞。总成绩226，对，他也是锁定没铜牌了。从这个时候呢，就是我的陈国明，我哪怕没有这个能力，我也要加，不让你这个柴丽娜。对，我一定要让你先举啊！我一定要让你先举。为什么这种情况有三种获胜的可能？他占2种，对，就你柴丽娜起来，我举起131，我还是赢，还是我冠军。对，如果你不起来，我不起来。也是我冠军，对，没错。唯有是你起来，我不起来，我才输掉这个比赛。这是柴丽娜的教练关咏梅，我想这时候他也很紧张。调整一下。哎呀，那这样的话，陈桂明的冠军已经到手了。对呀，最后2把我不用举，已经是冠军了。但是我想对陈桂明来讲，今天他一定要举，他要表现出他的实力和水平。柴丽娜的228是收获了总成绩的银牌，冠军是陈桂明，现在的总成绩已经是230了。嗯，看一看这个重量，他应该不会动，继续说是去举131了。对，228这个总成绩呢，是排在2017年的世锦赛的第二名的位置，第二名2017年世锦赛世界锦标赛的成绩是225。剩下的2把就是陈桂明自己。向自己的新的高度冲击一下了。对，他举起这个重量的总成绩是234，当然这个成绩与他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一点差距的。翻的还是很轻松的。对，应该说陈国明他的情绪还是比较稳的。哎，没问题的，好的，漂亮。131，这样的话再加4公斤，234。我想这个时候对陈国明呢，他个人以往当然在2015年总成绩达到240，那么近期呢是一直是表现在2016年的锦标赛是237，2017年的全运会比赛是230公斤。11号陕西陈桂明第三。加到135，对，这样总成绩是238。这个时候就应验了举重的比赛的规律，就是1把保成功，2把要成绩，第3把要上水平了。所以说这个成功率啊，确实是非常的关键。对，今天陈桂明到目前为止呢，4把成功，还有最后一把试试。现在应该说是本场比赛的抓举、挺举和总成绩的名次已经出来了。对，让我们再次为他掌声。
那么陈昆明是获得了抓举的银牌、挺举和总成绩的金牌，柴琳娜是获得了抓举金牌、抓举金牌、挺举和总成绩的两枚银牌。王总的眼睛好多了啊，墨镜换成了这个普通镜子了。对。时间以我们30秒才上场，对不对？别着急，来吧啊。这是两位新总教练，也是现在王国新是国家队的副主教练，对，还有国家队的杜明武教练。好，来看一下今天全场比赛的最后一把，陈桂明的135公斤。今天获得总成绩第三名的是来自广西选手的张玉娟。轻松的翻转，送到位，没有问题，别着急。好的，好的，成功。这样的话，总成绩是238公斤，获得了冠军。应该说这个成绩放在去年的世锦赛上，这也是能拿银牌的。银牌，对。当然，我们还是期待着他能够尽早的再上240，甚至到240的这样一个。应该说至少要具备240公斤以上这样一个水平。对。不过呢，我们也介绍了7月份以后呢，国际举联要更改级别，我们不知道这级别怎么划分了。对。好，观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这场比赛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见。再见。我这个画面上没有。我刚刚发现了你来你的两个是谁的？谁叫我的？我给你。